第二十一题，我们常听到铝门窗，而较少听到铁门窗。可见铝较常被用作窗户的材料，其主要原因为何？根据我们所背过的活性大小，钾、钙、钠、镁、铝、碳、锌、铁、锡、铅、氢，我们知道铝的活性很大，所以它很容易跟氧作用，很容易氧化。但是我们也背过，铝会生成致密氧化层，保护内部呢不再被继续被氧化，所以它不容易锈穿锈透。所以呢，我们是铝容易氧化，但是呢会有个致密氧化层保护内部。所以呢，第二十题问我们说，铝较常被用作做窗户的材料，其主要原因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铝，铝容易氧化，但其氧化物具有保护内部的作用。